今天呢，我们来一个拔河比赛。一号选手6×6的脚掌，二号选手力大无比的推土机。那么好，你是支持一号还是支持二号？我们现在开始挑战，准备来启动。OK， 全部启动到位啊！来，给油，来了，哦呦，哦呦，全部打滑了，轮胎全部打滑了。可以看到脚卡的轮胎啊，前面的这个履带也打滑了，给油，哇塞，不分胜负呀，不分胜负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太狠了，太狠了，完全不分胜负啊！好，停停停，可以看到哈，每个轮胎全部陷到泥里了哈，包括这边的履带啊，全部陷到泥里了，所以说。平手，平手，平手。